I checked online on the internet and I found the list of all the hospitals in Beijing, and this one was near my place. Mm-hmm. I come here so I can have a first for my health, to make sure that I don't have the virus, and also so if I want I can travel in China.其实我们有几个预约电话，包括在我们医院的官网的 APP 上也可以开展正常的预约。那目前来讲呢，预约的话呢，大概在2到3天之内都可以预约成功。那么结果呢，也应该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来。然后呢，结果出来以后呢，也不用发报告，它会整合到在北京居住的人的这个健康宝里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是在疫情期间3月份的时候，这是外交部和北京市那么交给我们的一项这个重要的这个为外国驻华使团入境以后他们的这个防疫工作提供这个服务。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在他们入境以后啊，集中隔离期间，这个我们医院呢派出专人，这个负责去他们集中隔离的酒店给他们采取这个核酸的这个样本，咽拭子，然后回来进行检测。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负责他们在酒店期间这个出现的其他的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症状，疾病给他们进行这个适当的治疗。